哎，来吃老婆孩子剩下的保健蛋糕。吃之前我们先吃个小果冻。哎，我们俩没吃果冻。我也来吃一个。我也吃，都漏了。爆浆都没了，全给你们吃完了。爆浆太好吃了，全蛋糕。那上面还有啊？爆浆啊，够你吃了。那我们俩还给你留了一点，对吧？你们俩真好。好吃。味道真好，味道真好吧？那你能不能吃完？可以。你吃算了吧，你还是别吃完了吧，我还没吃够呢。那我再留点给你们吃吧。好。